接下来我们请一号成员到我的身边来。我们从日本选手这边开始验证。日本选手青木健第一题的答案是二面墙 C 行。好，二面墙 C 行十三列，二面墙 C 行十三列。那么答案是否正确呢？我们请科学助理将相应的存印版取下。好，这就是日本选手青木健给出的第一号题的答案，到底正确不正确呢？哎，我你看我一下，哎，好像有点像啊。那我来看您的名字是古川爱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科助揭开我们的签名卡。接下来压力在王玉恒这一方了，王玉恒是放弃观察的。好，现在请科学助理报出王玉恒所写的答案。王玉恒给出第一个唇印的坐标为二面墙。好，双方在这一局当中1-1战平。哎呦，太惊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谢谢一号的古川爱梨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二号成员上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科学助理报出青木健的二号成员的选择答案。日本选手青木健第二题答案是二面墙 I 行。 I 行十二列。好，我们请科助呢取出相应的存印版。好，这就是青木健所选的答案。青木健这第二号题答的是否正确呢？我们开始请科助揭开签名卡。到啊，很遗憾不正确啊，这是我们的干扰项。哇，好，接下来王玉恒是否正确呢？我们请科助报出王玉恒第二道题的答案。王玉恒第二道题的答案为二面墙。同样是二面墙。G 行。24列。我问王玉恒一句话，有把握吗？我觉得我。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找不着，要么就不会错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唇印呢跟它的大小好像差不多啊，是否是正确我不敢确定。好，我们请科学助理揭开签名卡。少是正确的，来，学长接冲，走开！对呀，好，恭喜王玉恒。那么现在是2-1，在这一局当中啊，好，谢谢我们二号选手，谢谢。现在我们来验证第三号题，我们请第三号成员到我身边来。第三号成员已经在我身边了，同样我们也从青木健的答案这边开始验证。
日本选手青木健第三题的答案是二面墙。二面墙。C 行。C 行。第五列。好，我们请科学助理取下相应的唇印板。我们这位成员的名字叫九代梨奈。好，那么请揭开他的签名卡，看看是不是九代梨奈。九代梨奈，上线。现在我们就要看王玉恒的答案是不是二面墙 C 行第五列了。好，请科学助理揭晓王玉恒给出的第三号题的答案。日本选手三轮验证完只答对两题，是我们的干扰项，而王玉恒前两轮全部正确，只要他第三轮验证正确，就会以时间优势胜出，他究竟能否续写自己的不败神话呢？王玉恒给出第三号题的答案是二面墙。二面墙。C 行。 C 行。好，大家不要激动，因为最后一个列也决定它是否正确。第几列？其实根据比赛的规则，王英恒已经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。当然我们也对青木健的精彩的表现表示鼓励。好，我的が本当の魅力っていうのは認めたくないですけど、認めるしかないですよね。现在呢，我们请两位选手到我的身边来，有请。谢谢你。现在我想请问一下，青木先生，因为我们还有一题没有验证。你愿意继续验证下去吗？可以。你愿意吗？可以。可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四号成员到我身边来。孙兴文，来，我们先看青木健的答案。一面墙 ，L 行第二十列。好，告诉我们是不是孙兴文？孙兴文，正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王玉恒是不是能够完美收官了？我们直接。来看答案，开始。来来来，一面墙吗？一面墙吗？一快，一面墙，对的，是不是 L 行 ？L 行对的。二十二。好，我们再次恭喜王玉恒，我们也再次感谢青木健。